哎，老弟，你帮我系下这个背带，好吧？怎么系？有点松。有点松啊。嗯。吴一哥，这个颜色蛮适合你的，我给你系你背带上。别吧。怎么样？ Okay, 行不行？可以。儿童防走失。这主要是等一下，它主要是这边松。儿童防走失，防丢。好吧。好了 ，OK。这样的话，你如果在游乐园被坏人拐跑了，你这，我们就能找到你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姐姐。小分队日记之月月开张的下午茶贴贴。哦，不是，蛋糕来了。哦，太好了。感觉就在巴黎那个酒店下面的那个，好像在巴黎。甜过初恋，你要先敲壁喊鸿运当头，鸿运当头，大吉大利，大吉大利，大吉大利，来尝尝吧，大吉大利，大吉大利，来，高贵女人，优雅，啊、优雅，下午茶，怎么会，这么好吃、啊，太久没录综艺了，有点怪不住自己，瞧我这张嘴。小分队日记之震惊，上小菊竟已婚已育，媳妇是前任介绍。哇，好成熟，这好看，好看。他和他儿子，你有儿子了？嗯，好。不敢相信，是不是？你觉得他还是个孩子？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几岁了？今天五岁。看看。啊，你真的有儿子了？天哪！我不知道为什么想象不到。你还不抓紧？你俩谁大？应该我大吧。小军，你几几年的？我九五。啊？不是啊，九五的就比我大两岁呀、啊。他儿子都那么大了。你跟谁结婚？跟谁结婚？跟女孩。跟他媳妇儿，跟他媳妇儿。哦，那你五年前就生孩子？废话。那肯定是啊，他儿子毕竟五岁了。我搞对象，跟他我们俩搞对象讲。我搞对象的时候十八，你跟你对象怎么认识的？我是上一个对象介绍给我。这么厉害！你前女友跟你分手的时候我们不合适，但是我有个朋友更适合你。他给我铺的路，他给我铺好了，他就跟我分了。太伟大了！他无意铺路，但柳成荫，所以再狗血的电视剧都是根据我们真实生活改编。哎、看你都带光，我天哪，你都在闪光。小分队日记之何与强制唤醒之回忆打鼓。其实今天的性质有点像那天，就是我敲鼓那天。女的是那种隐藏任务，是一个都没落。啊，对啊，你是隐藏又一个卧底也当，鼓也敲。敲鼓几点钟起的？哇，很早，因为敲鼓你先过去学鼓，学鼓这件事儿学了很久。你们那个真累，我天哪，那大太阳底下，我天哪！哎，其实咱们仨如果去敲鼓还挺好的，如果站一排起一点的话，婉拒了哈。我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能够那么快就能认出你。但我蹲在地上的时候没有吧？蹲在地上我就认出你了，头发我一眼就认出你了，偏点棕色，那人群中一眼就看到你了。那是何宇，那是何宇，何宇，别装了，何宇，何宇都下台了，那叫何宇，那是何宇，那头发做的就是他，你那个跳太好笑了。小分队日记之与你一下逛早市跳舞，刘学义说老脸都不要了。起舞吧，既然答应你们昨天在这跳，我就一定会跳。为了你们，我这个老脸都不要了。来呗，你们会不会啊？直接来。我现学，不会，一点不会。来，把它录了，就在这录呗。我现学一下子。录不录？你教我，我这一点不会。他在赌，我赌我们肯定不会录。没有，我说了在这录了，就是在这录，这都不好使。那既然这样，我打开手机了呢。1 2 3 4 5 6 7 8 1 2 3 4
五千六四。大把嘴摔了。你再会感觉神经病了，有点神经病，有点显眼包，有点太显眼包了。小分队日记之冰与武艺之歌。我说一下，六点半这儿的行程就结束了。如果你们想改变命运的话，就赶紧。六点半还四分钟，改变命运就是靠这四分钟。哥，你努力吧啊！怎么回事？你先告诉我。放弃了？能不放弃？就是有一个人把这个冰块一起融化了，然后呢，去挑战下一关，挑战对了就过这一关。四分钟，那个我有一定把握。四分钟，把这一箱冰块融化，把这一箱冰块融化。啊，没有一块，二哥，那我来吧，放嘴里就行，就放了，对，放了吧，放，来下一个，挑中格瓦斯的，过关，对，过关，还另外一个是什么？另外一个你们看，我感觉像左边的，左边的，我也觉得是左边的，脸上酸一些。嗯，脸还深一些，你舌头捋直了。我就这个，成功成功吗？成功成功吗？中毒了，中毒了！挑战成功，进入下一关。走，耶、yeah ！就这么 easy。旅客的日常之上小局武艺五子棋巅峰对决。四个。妈的，不好玩，没有意思，这个游戏太棒了。你怎么看不到又下棋呢？这么爱下棋啊你们？你俩谁厉害呀？五子棋？我还没赢呢，一会儿告诉你，我赢了再告诉你。你一直赢，你这么厉害，你盘盘核桃。大爷，你醒醒脑！你要不要跟他下一局？我不是很迅速就输了吗？也不一定。咱俩一起跟他下一盘行不行？啊，你来直踢啊！你俩下这么快啊？我们着急还有别的事儿。哟，他已经快形成局面了。哎呦，赢了我们！哪儿呢？是吧？哦，可以！哇，你看在这儿，我坐得更远，赢得更远。哎，我昨天就发现了，从侧面看，对，不太一样。对，哇，你再来一把，赢他连赢三把。Hello。好久不见啊！好看。这个是你们今天在贵阳的行程单，请详细阅读。贵阳旅行精品团，体验贵州特色早餐，租车畅游配司机，旅行新 look 穿搭购物，这可以。荔枝堡自助晚餐，入住酒店，根据以上行程上交你个人经费。好，自费旅行啊！哇塞，自费的。那得省着点花。来这还没赚钱呢就开始花钱了，拿回去吧，我不参加了，我睡觉了。来真的啊这次。租车畅游是一天吗？是什么车？旅行新 look 穿搭购物是给自己买一身吗？荔枝堡自助晚餐是那个自助是吗？入住酒店呢？这个钱也包含晚上住吗？是的。啊，我觉得差不多1000块钱差不多了吧。体验贵州特色早餐。早餐，早饭吃个25。那无非我不吃早餐。租车一天怎么着500吧？这共享单车也可以对吧？购物买衣服，600。衣服、裤子、鞋子都算算200。晚饭算个500块钱吧。这种比较特色的应该价格都会。偏亲民一点，那就算了50。第一次来难免要，是吧？这个社交礼仪还是要的，万一要请大家吃点啥、喝点啥，加个30块钱备用金吧。就2025块钱，就转个2000吧，25块钱抹个零，蹭一蹭上。2000 RMB， 写100太少了，我
觉得就是咱也不要别欺负人，一千元，总不可能有人不出钱吧？嗯，咱们就拿个大的，确保一下 GDP。我就写一个我觉得我自己应该会用到的钱吧。一天花这么多，我这儿。我写个吉利点的数字吧，那就多花点吧。各位旅客，请上交您的旅行费用。OK， 好了。因为接下来有穿搭购物，请各位旅客素颜穿着睡衣出发，去往本次旅行的第一个体验，品尝贵州的特色早餐。Let's go， 吃早餐去喽。就我一个人，那我就坐这边吧。快下来了，快下来了啊！就我一个呢，快点。Hello， 左小满。嗨，老季啊！哎呀，好久不见啊！哦，这是你们的睡衣啊？是，这确实我居家服。啊，坐吧，坐哪儿？随便坐，随便找位置坐吧。都行，随便坐。Hello。哎，这怎么坐的呀？随便怎么做，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。坐这儿。Hello， 素颜。没有啊。我也不知道，起来就这样了。哎呀，这怎么听着那么熟悉呢？哎，这是你的素颜吗？请问？哎呀，我戴的假头套。大家都素颜吧？对。我素颜，哎呀，击个掌，这也是素颜吗？素颜，你这素颜最少40分钟吧？哎呀，哥哥，回来了。Hello， 宇哥，哎呀呀呀呀呀，都是素颜啊，都素颜，这都保持的挺好的啊。武艺老师，这素颜你看素的，这头发睡得真好，一醒来就这样了，醒来就这样，早，沙哥就穿这个睡觉啊？去打高尔夫了是吧？打高尔夫了，我早上起来的早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哥，想你啊，弟弟。我听说了，哥，这不回来找你了吗？沙哥也素颜吗？素颜，你看那个素颜的都那么白，晚上睡觉咋的？怎么缺觉还缺血呀、啊？这脸缺血。说是素颜，咱们就是其实开了个睡衣趴是吧？啊，精致的睡衣趴。哎呀，关关老师，你这两条大龙这个位置很奇妙啊。哎呀玉人姐，哎呀喽，哎，真的都穿了睡衣啊。哎呀走，圆圆常住了。小田穿的帅啊，小田啊，现在帅死了，睡衣哥帅死了啊，小田你这个很像个瓢虫。我还想着说睡衣别穿一套，这样显得生活一点，口红别画太红，显得像素颜一点，结果哎，大家都这么精致、你是已经很漂亮了。当然啊，嘴巴有点干。后半句多余。Hello， 大家早上好。哎，局长，欢迎大家来到爽爽的贵阳。今天呢，我们又有三位新的成员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，欢迎。所以你们已经自行选择队伍了是吗？啊，定完了这就啊，这是分队啊，对号入座了，这就是命运的安排。是，对于长远，你是被迫的是吧？如果你被迫，你眨三下眼睛。哎，对我们不满意吗？没有，特满意。汉宇，你是自己选择了你的组吗？我就乱做的。你要换吗？现在还可以有机会换。我的新来的哪有资格换不换的？我听天由命。那咱们就这么定了，不换了哈。啊，好的。我现在手里有一个小满周转卡。今天早上，十二位旅客上交的旅行经费已平均放置在四张杜小满周转卡中。那就总金额，你比如说我们一共攒出来个10000块钱，那就除以四分给每个人2500。没错，每组的经费是相同的。今天旅行的吃住行玩都需要刷卡。如果总消费高于卡额或总消费最低，均为失败。就是我们猜一下，我们所有人加起来的总和是多少？不能花的太少，也不能花的太多，就是要无限接近这个正好的值。是的，哦。这张卡先给你们啊，一个组一张。你
你给多少钱？这个就是把你们每一个人出的经费，这样。一三个八，一万多，1828，三个八，我麻了，我赞助啊。我推断没错，我们三个应该是整个人最大的。你是谁？你觉得他们三个会花钱？你收入多少？那我100。你走吧，你走吧。没有他平均值他只有4。我那我出的多不就成傻子了吗？对呀、啊，我一出了1000，我更傻。你出多少？你多少？1200。不，那他也是除以4。出了多少钱？别让他们听了。我是这个数。真假的？那你充了多少呀？你猜我充了多少？你看看，你这样就领悟到这游戏的精髓了。你是上百还是上千？你应该上千对吧？对。你上千啊？你不会就几百吧？你几百块钱？妈呀，这么抠啊！好歹每个人平均200到200，这么少吗？好吧，那我开始吃早饭了。第一个行程，品尝贵州的特色早餐。早餐是以盲盒拍卖的形式进行的，局长会对每道菜进行描述，你们可以根据描述进行出价拍卖，价高者得。不过大家要有计划的控制自己的消费额度。我们不吃，不爱吃早餐，不吃早饭，你们花的少也有可能输。我们花在刀刃上，就正常花吧，这玩意儿都是命，你猜不着，享受吧。对，来吧，上菜，我们要开始消费了，那我们有请第一道美食，贵阳三大名吃之一。怎么着得吃一口吧？对，来一个吧。经过8小时琢磨炼成，吃到它，你将拥有心灵的滋养，有着无尽的美味。一口一口吃起来，像是一个温暖的拥抱，感受着贵阳人生活的情感。米线，不�吃。来吧，起拍价3元啊！3块我吃。已经泡了3个小时，我吃，3块可以，已经泡3个小时了，早上没法吃了，现在米线，琢磨8小时，温暖的拥抱，这米线能琢磨8个小时，鸡汤，就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历练，那这肯定是道汤熬的酸汤鱼，啊，是吗？何公子，举牌，早餐不吃饱不行，消费，3块。8块，哎呦，别，你没必要，咱别这样，干啥呢？上来8块，吃一个嘛，先尝一尝。傻子，8块，傻子，8块，10块压死，10块，10块还真压死了，这你们还不15？15，好，咱们是不是可以一块一块往上加的？你看台价成功，台价成功，咱们就不要了。有16已经一致了，给他们吧，16一次，给他们16两次，16两次，给你们16三次，成交，来，请刷卡。哇哦，牛肉粉，牛肉粉，牛肉，啊，牛肉粉，哇，牛肉粉还可以啊，挺好，还行。我们这边先用餐了啊，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嗯，不是太骚了，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好吃，真好吃。来，连咖啡都没有。我这有点可以，我们这够了，今天早饭够了。
来，有请第二道菜。来到贵阳，不吃此品等于白来。来，来了，来，我们白来，我们就不当白来了。吃了它，你就感受到了贵阳人的喜怒哀乐。完了，完了，这肯定好吃不了。喜怒哀乐有点不行了，它可能是哀。哎，没有，没有折耳根吧？我也不要折耳根。折耳根应该是折耳根。味道浓郁，芳香，鲜而不腻。起拍价2元。2元。3块。5块。行不？行，可以。最高尺度了啊。6块。多少钱？6块。8块。那刚不是最高？哥，你非得抬我吗？多少钱吧，你就来吧。10块。15。15。豁出去了，别来别来别来，准备了，还有五张，吃吧。啊，不就不整，不抬了，不要了，你抬一下呢？抬一下让给你了。我看你很想吃，我就给你得了。15一次。15，我们刷卡还有没有了？牛肉粉组，我们算了，让你们让你们吃点东西吧。152次，三二干。15，3次，成交。来刷卡。三二根。啥呀？长旺面。哇！可以。这行。行。这个是贵阳好多人早餐的时候会吃的，非常鲜美。给你们看一下，没事，咱们可以看一下，啊。买的好啊！我是回民，你吃不了我来，哥，来给你，兄弟，谢谢远哥，哥，张卖，卖啥呀？刚远哥都说了送给我的，我不卖，我送给他。哟呵，得了都，嗯。可以，好吃的，还行，好吃。喝点水。我都喝好几杯了，喝点水，充饥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想象一下，这是一杯拿铁。来了啊，上第三道菜了。吃一个，超越。吃一个吧，尝一个。贵阳人自己的绝妙汉堡包哦，听到名字你就会不自觉的开始想象它的味道，迫切的想要品尝。这道美食的起拍价1元。1块。2块。3块。4块。5块。别这样嘛。你快让给他，他都喊不动了，都已经让人没吃东西，这样5块是我们的极致了。6块。10块。你看有坏的，你让女孩子吃口东西嘛。我说谁能给10块，我那意思。啊，我6块。6块1次，6块2次，6块3次，成交。好，什么？折耳根汉堡包，折耳根。应该是折耳根，真有折耳根。它的名字叫做厕所馒头。厕所馒头，这得臭成什么样啊？臭吗？这个闻不出来。这看起来可以啊，但里面有鱼腥草。哎呦，那算了，我就一口干了。哎呦，小心，这里面有折耳根。豪放，哇！可以啊。倒出来，有点奇怪啊，还是有那个味道，有，还是有那个味道。把咱这刷卡机撤了吧，咱根本不会消费的。下一个，你要是不花的话，也是会输的。我们要花在刀刃上。这吃不是刀刃吗？这
不是，我们哎，我觉得可以试一试。小鸡有不同的意见。我觉得咱俩被他把控了，咱俩要有自己的想法。对，我们。我天！哦，再给我们拿个新牌子行吗？哎，这真是不让一点钱不让花。抠门之王，他们这组织要他干什么？要他有啥用啊？沙哥正在吃早餐啊。哎呦！来吧，上第四道菜了啊！咱听听。这不仅是美食，更是一种生活态度。啊！细品啊，细品，人间至味是清欢，因食而遇，给你看得见的食材，吃得到的品质，起拍价6元。哇，不可能是折耳根了！不可能是折耳根了！来吧，6元，我饿了，高进咱们再来一个了。10元，20，30，31，给他，32，哎呦呵，33，给他，34，35，干嘛？真想消费，饿了，给他。小菊，我觉得你不是认输的人。你别听他忽悠，别听你哥姐忽悠。36，37，哎呦，差不多40，40，写什么吧？对吧？你没魄力。41，哎，不要了。哎呦怎么吃的？没事，行，再拍下去马上要到80了。对，学艺哥，41一次，41两次，41三次，成交，刷卡。来，光光，打开你的美食。哟，这道菜是豆腐脑。哦，这还不错，还可以。你看看，豆腐脑，13碗豆腐脑，40块钱6口豆腐脑。嗯，好吃，真好吃。接下来还有最后的两道菜，好，大家酌情竞拍。日照大漠一样的金黄璀璨，金黄。璀璨了，斯帕，十里焦甜的浓郁芬芳，吃下一口，你就能够感受到跨越时空的深刻爱恋。它是甜点类的，嗯，哎呦，直接给到，哎呦，让到底儿，多少钱？80，过来，让我给我。所以这道菜非常的优秀，它起拍价是6元。各组请出价。6元，多少钱？80。6元。80。6元，没几块。疯了。说话算话，80啊，80。完了，80。不是，这样你原谅啊。没有规矩怎么成方圆？不行。规矩是一定要有的。但光光应该是什么？这棍儿跟牌分开了。不是你牌子呢？他都撕了。6元是吧？6元，先6元。7块。8元。哎，11块，10元，11。12。13。哎，别。14。15。行了。16。啊，够了。20。这21。哎，大哥。21，他要给我再多给1块，我们不举了。对，21，因为我们觉得不值，我们不值，你举呀。我觉得不能再花了，因为这游戏不能花爆了。对，不能花了，我们不要了，真不要了。21元一次，我们只是起到一个哄抬物价的作用。21元两次，给他们了。21元，行，三次，好。哎呀，
什么呀？这个这儿跟吗？这道菜叫恋爱豆腐果，感觉是跟美人鱼接吻，不能浪费啊！哎，我能请他们吃吗？不要钱。哎，不是，你可以花钱让我们吃。多少钱？15，我们就帮你们吃了。我还给你15块钱。来来来，都拿过来，我一个人吃。折耳根我也能吃。有啊，折耳根有啊，镜头给一下啊。啊，给一下。哇哇，好。真的真的真的应该听沙哥的话的，别瞎举了啊！最后一道菜了啊，这道菜重量级的，来吧，那我们整一下子了得。走在贵阳街头，几乎人人都爱。OK， 无数人为其折腰。他说人人都爱，让身体营养为之撼动，能清热解毒，完了，利尿除湿，折耳根汁，折耳根汤。嗯，哎，拍吧！我现在已经病入膏肓了，我远哥，给远哥治治病。这一道是贵价的菜啊，13块钱起拍价。这么贵啊？这么贵？15。远哥要吃饭了。20。25。30。35。40。哥，45。这太贵了，没吃过那么贵的。46。50。拿下。好，行，差不多。拿下。可以，行，送给你们。还有没有了？啊，谁50了？我们51次啊。怎么了？52次。啥？哎，哥哥说，国外这趟活没少赚呀。53次，成交。来，张凯，我去取餐去了。好，这一道菜它的名字就叫做凉拌折耳根。好。一堆折耳根，纯折耳根。这三盘折耳根50，恭喜啊！50块钱买这么大一捆。哎，花50块钱买个这。哥哥，那个你治不治了啊？我治治，我治。都你来，都你来。咱这个量，你不是这个。咱这个量。太难，不，它啥味儿的？就是那种特别腥，对不对？很腥。对，不是，我跟你说，就是什么呀？第一口腥，然后细嚼还挺香的，真的。哇，这真是。我们一盘10块钱，30块钱全吃了。我是我们给您钱吗？当然了，可以吗？不是你们怎么还挣钱？我们就收折耳根的。我不吃啊！好，你吃啊！这我受不了。何宇，可以送，可以送。哎，不要钱是吧？不要钱是？看见了吗？哎呀，有人跟你们竞争，他们不要钱。这个时候，来来，恭送到你的手上，不用给钱吧？啊，不用给钱，不用给钱啊，免费的。不要钱的这个就应该是真饿了。远哥，远哥，来来来，没事，我吃完这折耳根，我什么都不想吃了。来吧来吧来吧，可以给我。哇，收个尾，整一下子，整一下子吧。嗯，挺好吃的，跟北京那不一样。真的吗？你看我这把怎么态度？总共好吃的仨，光一个没拉。这嘴太重要了，好吃的仨一个没拉。好吧，那接下来我要讲行程的事了。每一个组要选择你们的交通工具。这就是我跟你说的，得花在刀刃上，你知道吧？欢迎来到本次旅行团的第二次消费之租车体验，性价比之王，价格200元。这玩意儿空调应该不太行，不坐。紧凑舒适，价格500元。出租车，这好玩，这是我。商务标杆，价格800元。这个舒服，这也行。
尊享智驾，价格1000元，可坐六人。这应该是两款。我喜欢这个，那就要这个了。反正我们现在花的少。谁决定了就说一下，然后就可以刷了。尊享面包，尊享1000面包。不是，尊享1000。喂，妈呀，1000个。真刷啊！1000，刷那商务标杆，商务标杆，行，商务标杆，商务标杆，好，好，快，先站了，刷了，我刷了，刷了，商务标杆，已经换了，刷完了，刷了。哎，我们，你等会儿，你们不是那个1000的那个吗？我们这叫我说的，但是他花钱啊。对啊，商务标杆刷了800。出租，选出租了啊！出租啊！我们那个紧凑舒适，这都是计谋，明白吗？咱告他们是尊享，其实咱先把商务标杆刷了。对。现在只有两种车型了。我们被动选尊享是吗？我们只能选。那我们就被动一下，没办法了。那我们只能被动一下。是想把这个好车让给别人的。我也要那个六座的。没有，已经完了。他不行，他不能竞价。哎，那我们能不能就是我们自行商量，我们给你们一半的钱，咱们一人一半。嗯，这也行啊。等于是你花前面一个两个，后面两个。哎，我觉得我们要不就三个人，我们六个人包一个那个得了。对啊。对啊。好。你们车还要上摄像？不用，不用上了。我可以兼职一个摄像，我们可以互拍。哎，这个性价比之王没人选是吗？对。两个，我们要俩，性价比之王和商务标杆。对，我们来两辆，给我配两个摄像师，一个全景的，一个近景的，我自己一个人做性价比之王。刷了，刷完了，刷完了，我们1000块钱两辆。好，可以。行吧，那我们就出门了。哎呦。哎呦，咱这两辆车可太棒了！咱不能让沙大爷一个人坐这个车，是吧？哦，会不会有点挤啊？你们这车？这样吧，我们卖给你们位置吧，我当司机。啊！我开，我坐后面。我跟学习哥坐前头了啊！你看这多好！哦吼！小菊，你去问一下他们六个要不要座位。行。哎。我那车呀太空了，300块钱一个座。不是，我不是说坐你们车，有没有人跟我一块？你要租人是吗？啊，女生500，男生300。你看你要租男生还是租女生？实在不行你加200，你上我们车也行。哎，行吗？没想到他能坐下。那多花200块钱干嘛？那个去吧，已经的，你自己一台车。老季，咱俩同甘共苦多长时间了？你走开吧，你，拜拜，咱们来了啊，哎呦来了啊，小菊啊，好惨呀，小菊，跟错人了你，然后你们俩坐那个吧，好惨呀，哎，是不是也正常坐？正常坐不？你看我们这多喜庆啊！你可以躺着。这车不挺大的吗？有空调吗，小菊？我一会儿凉气儿散没了。哎，你们那个窗户是手动的吗？哎，它手动窗户。哎，这也挺好，这车我们地儿大，自己就能坐着。哎。还是纸盒吧，我自己一个人做性价比之王。小菊，咱轮着坐。你干嘛呀？说好的。那我陪您坐这。说好的。让老季自己坐。说好的，说好的。行吧。说好的。我陪你。真坐呀？我来。你说。都别说。哎，你们要是这样，那辆车我们就坐了啊。别！你这样，你给小菊坐那个啊，行。哎呦，川藏鹰2019真累，妈呀，真的是把我们当那个穷养儿，天哪！
我出舞台的时候就给我累屁了。放点歌。刚公演结束，然后我们就凌晨一点多才刚睡觉，三点钟就把我们叫起来，真的出去背着那个20斤的沙子走了20多公里。我们的健身房都是拿沙子装的那个哑铃，丢两下那个沙子就崩断了，真的无语。吃的每天就是什么包菜炒胡萝卜什么玩意儿，肉都没有，吃的可惨了。你看当时我们还是100个人住大通铺呢，我们是四届里面最惨的一届，我们比较真幸福了。来吧，学一哥驾照多少年了？第二本快过期了，18岁学的，老司机啊。哦，到横店你也能开车了？是啊，先开到现场化妆去。我们可以来点动次大次，哥一会儿看看啊，给你们放点歌，行吗？啊，行。后排乘客。好，谢谢师傅。我们现在出发了啊，请系好安全带。好。行。师傅车上没放百岁山。哎，那个不好意思啊，我现在去后备箱给你拿一下。辛苦了，刘师傅。拉一趟明星不容易。你不会还要给你女儿要个照片吧？哎嗨，你应该还问一下温度合适吗？对，温度合适吗？差点意思。告诉小票还要吗？不要不要，我带你们抄近乎。师傅，咱们还有多久啊？15分钟吧。您要是给50块钱，我还能给你加个速。小心我举报你啊！师傅，路上接个人行不行？我们这儿不拼单。你走的哪个路线啊？您这乘客怎么事儿这么多呢？我刚粗算了一下，咱们这个卡上5000肯定是有啊。我是200。200？对啊。那不当时是2000吗？这不是2000吗？我是不是这个数吗？我以为你跟我一样是2000。我是二。小田那肯定是上限了。其实我觉得就按照咱仨的这个量来花，量自己的力而行。对，不是我还行，我实力还是有的。我就是会过日子。哦，你们都好大方啊！挥霍了一下子，上头了也是。这么算的话，目前咱们的消费是最高的，咱不能这么花了。对。我们现在就去换装，去那个街道买衣服。买衣服。哎呦，上一次我们那个刷街人太多了。哈尔滨的时候。对啊，我来回走，我笑的脸都僵了。要保持那种不要笑得太拧巴，但又不要笑得太微微的，要不然那不就是你的舞台管理吗？对啊。啊，我现在才想起来，原来跳舞不对劲儿，还有一个问题是表情问题。对，男生的舞台管理和女生的还不太一样，我觉得男生真的很容易油。就你不是有弄过那个油腻的动作吗？啊，什么油腻的动作？就比如说做一些什么顶胯的，或者是一些 wave 啊，就千万不能就不要看镜头。就比如说你看这么做还行，然后或者这么做，你做自己。但如果说看着你做，是不是瞬间？我从来不 wink， 因为我是大五官，然后我要是 wink 就很容易油。大五官是什么？浓颜。哦，大五官啊，浓眉大眼，爱系的男生，我就是小五官，咱俩都是小五官，就是 wink 就是要配那种可爱的脸，就会觉得很元气那种。可是我见过还是很油啊，你不油，还好你还好，啊，好恶心，我自己觉得恶心。不不，你也是顶流啊，那时候觉得五一，你二 G 时代的顶流啊。别人是纯油，你是油中带点可爱，橄榄油。你觉得我们团里谁最油？何洛洛还有什么？来，再给你念一遍啊！周震南、何洛洛、烟许佳、夏之光、姚琛、翟潇闻、张延奇、刘也、任豪、赵磊、赵让。这是按出道顺序的吗？啊，对对对。我觉得那谁最油？夏之光，我一个好敢说呀，有的时候发现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今天应该一句话不说了，再睡觉了。沙哥，我车跟丢了。尊享座驾的司机还是好的。哎呀妈呀，你这性能跟真看出来了，跟不上了都。我们下车吧。欢迎大家来到超
级批发市场市西路的步行街。好，今天我们在这儿呢，要举行一个别开生面的穿搭造型购物之旅。一共有三个主题，第一个主题，参加前任婚礼。给我来把菜刀。带俩孩子。我也孩子。孩子。第二个主题，参加国际时装周。哎呦，你看，哎呦，这哥们儿，这是小鸡最有经验啊。对的。哎呀，我的天哪。第三个主题。在外打拼多年，衣锦还乡。哎，这不就是吗？这不就是吗？高尔夫套装。这三个穿搭主题都是咱们的微博网友想出来的，每一组三位旅客，一人各选一个不同的主题。我不想找前任去。我也不找。那我来。你不想选这个是吧？那我来。你参加前任你会怎么样？穿好看一点。有点后悔。啊，找个人，你可以这样子。对，带个现任，再带个大肚子。你先选。那我前任婚礼，你时装周。时装周，我选衣锦还乡。您选一个主题。我已经选完了吗？哪个呀？这个第三个我已经穿完了吗？打拼多年，事业有成，穿高尔夫回去了。那你就参加前任婚礼吧。我前任婚礼。出发了，走吧。就要那种风格。哪种风格？要非常显派的贵气范。这行啊，这行这个。哎呦我天哪，这行啊，哎呦，贵气范。我觉得可以先转一圈，你要万一那个挑完穿不上呢，对吧？我能穿上，我就他了。那你不要再看一圈了。我前任我穿这没毛病，我就是有钱去。大姐，您觉得他穿这衣服好看吗？好看，哪就不好看、啊？真是生意人。真的呀。刷卡。可以刷卡，谢谢姐姐。谢谢。穿啥呢？我都不知道。嗯、这个连衣裙怎么样？这个好嘞，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看的。其实我觉得这里面适合你的是那个。哪个？背带裙。啊，那沈月的风格。啊，我感觉不像我会穿的。哎，这件很好看哎。哎，这是你选好的吗？对啊，这件跟我这个粉色的手机也非常的搭。那我们拍个照吧。可以啊。好。哇，这三星智能戒指可算是被你玩明白了。是吧？对啊。来，再来一个。嗯。那个呢？那个小蕾丝领子。这个我想试一下这个。你们这最贵的是哪个衣服？那件就是最贵的。哎，真有眼光。你看看。全款拿下这个店里面最贵的衣服哦，这样哈哈，哎，你们看，不，我们就不要看了，也有点怪怪的。我们在门口把风吧。可以。你现在有啥想法？我觉得我就是穿一套那种衬衣，挎个皮带，搞个手，搞个小包，小夹包。对对对。那你就买那种 polo 衫呀。啊，可以。买那种 polo 衫呀。啊，可以。就选老气一点的。哎，那你不用买啊，穿鲨鱼哥的。对啊，问鲨鱼哥借一下就好了。我画好啊。我看看。哇哦！哇，好看。哦，好看，好看。这个跟你的头发也挺搭的。哇，真的，这个衣服得挑人穿。啊，对，是。那我就要这件吧。好的。阿姨，这个多少钱？298。啊，有点贵哦，稍微便宜点嘛。我们都是，对，都是为学生。这样吧，98吧。啊，就给你送个优惠，叫198。
这188怎么样？108。188。嗯。啊啊啊！这个好，这个好。188。188。哎。你要换鞋吗？哎，那不是刚好吗？一套全给你搞齐。有高跟鞋吗？有。这个也好看。啊。耶，你怎么跳的都是沈月的风格？哪有？你想沈月了？那我走。那我走。那个背带鞋，我说哎，好像有点像沈月。我觉得那个比较年轻。你刚才这个一打，我说啊，这就是沈月。那我走。要么就是我再转转吧。再转转。我没有的话，我再转回来。喜欢吗？然后买一个，买一个，买一个。哎，你参加，你去前任，看谁要结婚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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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，可以。哎，五一。这个，哎，可以，靠谱吧？可以。我要当老板了。嗯，我们那是把五一打扮成他爸爸的样子。可以。怎么样，吴总合适吗？吴总，吴总不合适的话，我们可以换号的。马上。有衣锦还乡的感觉吗？再砸一个腰带。其实你再换双皮鞋，对，好，那我们这个衣服、裤子、皮带分别是多少钱？这个裤子就算100块钱，这个69，有时候50，138，30呗就，30，也就是180，180，是你向往的身高吗？是，就180了，不想了，180，哎，好，谢谢老板，谢谢，大蛮子，哎呀，哎，等一下，你的外套，哦，对，那给我们个袋子吧，对，不谢，啊，哎呦，现在走，男人过了20岁，就不要穿得像个孩子了。你俩现在真的好像一起的呀，搞双皮鞋，你这个皮鞋一换，劲儿立马就有了。看一下，哎，这个皮鞋。要亮一点的，亮一点，对，一定要形式感很足那种，贼亮那种，贼亮的那种，也挺亮啊。你先试试吧。我先试一下。你多少码？我42。42。穿不了多少码？41也行。阿姨说，阿姨看了一下个儿，大脚吗？我是脚胖，见过谎报身高的，没见过谎报鞋码的，要一致吗？哦，好尖，哇，哎呀，有霸道总裁那味儿了，是吧？哦哟，可以啊，哎，人气质都拔出来了，可以，立马来劲儿了，就这双，小不小？这个是41的，41，哎，你看谎报了，谎报了，明明是41。哎呀，这个四一有点紧啊！刷卡，谢谢。哎呦，现在走路都带风。小高啊，怎么能让领导拿了？哎，五一哥，你好会啊！你总是用那种玩笑的语气，把自己想要的都说出来。我学到了。是，我真是开玩笑。吴总这边请，吴总，别，吴总，该你选了。别，浩宇，我来吧。别，我来。我来。没事。来吧。浩宇，我真是开玩笑。是，吴总。哦，这有。哎，你好。我得戴个耳环什么的吧？这里就已经出了我的业务范围了。好了，看这个怎么样？哇哦，可以。那就这个吧。哎，我们仨现在是什么剧情，你知道吗？大老板陪女朋友逛街，身边带个司机。啊，随便选啊，都成功了。
哇，好看。哦哦，这样也好看，端庄。对。哇，又端又装。五一哥，你怎么今天？端庄端庄。好，可以，我觉得这个也可以。好。买这么多呀？啊不，这是我们老板的衣服。汉语是什么主题？我是时装时尚走秀。那一会儿就是光着走，准备。这是我最擅长的。行，身材可以。对，他健身，身材好。哦呦，这么好，光着走了，真的光着走，真的光着走，真的光着走。哇哇，他好大呀，他的。哇哇，他确实哇特别好。你这是什么呀？啊，这是什么？你怎么还垫胸啊？哪有，这是。哎，你还垫胸啊？真可以，还真的。啊，真的啊，真胸哎。哇，别挤。你这是什么呀？还看不出吗，老板啊。衣锦还乡，衣锦还乡。我本来想借你的。皮鞋也是买的吗？皮鞋，对啊。这一身多少钱？这一身298。你一人就花200多？啊，粗一点。298，300。快冒了你们。别人呢？别人汉语还暂时没花钱。对，我暂时还没花钱。那快冒了。快冒了你们。咱们再逛逛，走，花这钱浪费。我跟你讲，咱又省钱。咱少买一点。对，就是。哎，这样，你先走秀嘛，你走完我衣锦还乡，你当我保镖在后边，你知道吗？也行。咱要充分利用上其他的道具。对，那我就穿一身黑西装。对，他穿完我穿。对。咱就是主题裤上。对对，完了。对吧？咱们仨人织一番完整的就可以了。就上他家。把你这最顶的西装给我拿出来，妹妹，最帅给哥哥最便宜价，行不行？啊，就是性感一点的，时尚一点。你得走真帅路。哎，懂，哎，真懂啊。给你找了个最帅的，我看看。你试一下呗。你先试。那一套给我试一下。哎，这个行，这大小。这又大一号。行吗？这可以了。行吗？可以，就这号吧。但是裤子是不是也要啊？给他一身一套呀，那个后面有试衣间，要不给你，我就在这试。哎，这行，绝对是大模，行吗？帅，可以，弟弟，绝对是大模，行，就这身吧。刷卡，200。你们贵阳有没有些少数男生穿的衣服啊？衣服有，你要拿着。像类似于这种就挺好的，这种可以。这身是男装吧？给我拿这身，简约而不失体。挺时尚的，这是。行，这个好，这套好。这套挺凉快的。对。你这前任，啊，可以再带个孩子。对。你看便宜点呗。对，我们三个人直接就是选择这家店，这家店我们都没进去过。啊，给我300块钱吧，行吗？就当交个朋友。我跟你讲，我朋友很少的，我朋友很少的。谢谢。等我300块钱啊，谢谢。来，刷卡，300是吗？300块钱。对，好了，我朋友很少。我感觉我脖子有点空。这边卖金项链什么的。对面有一家。对面啊。给我拿一个花花绿绿的那种项链，哥，帮我戴一下。哎，好，行，我试一下这个哈。今年流行绿色，这可以，刚好。钨的链子，刚好，大戒指，这可以，看着有钱吗？这个，可以，这好，这完美了，这一下毕业了。老板，您这个能借我试试吗？可以。那太好了。拿高一点。哎呀，像奶爸爸。很像啊，你。哎。这个能不能便宜点，老板？
我已经给你很便宜了，现在生意难做啊。对，开店一天租金就进去了，资金周转就困难。确实到处需要钱，不过老板您别担心啊，资金周转可以找杜小满，您知道吧？我知道，特别靠谱的金融品牌，您看。利息低，借呢还特别灵活，咱们开店备着，周转不开呢就能用。您看我给您介绍这么好的东西，能不能就便宜点，行不行？跟我讲的这个杜小满我也知道，就是放款速度快，确实能帮到忙，就是利息那能不能便宜的？肯定能，老板放心啊，这个杜小满能商量降价提额都没问题，您下次可以试试，那就40了啊。好，谢谢您，咱们可以去等了吧？走吧，走。去集合了，你有点走进角色里有点出不来那劲儿。跟你讲啊，小菊啊，咱们啊把这块地啊拿下来，到时候给我那个办公室啊弄两把大沙发。好，好的。哎，戴上瞬间不一样。哎呀呀呀呀，这表一下就不一样了，瞬间不一样。你们仨真的蛮时尚的哦，三位少爷。老王啊，这个项目你怕是吃不进去啊。别，常老板，打一见着你我就知道你是有雄心，没资金。有脑筋，没资金。有干劲儿，没资金。知道我为什么成功吗？因为您是相声少爷，出身名门。哼，看人真准。做生意要用钱，你得看长远。杜小满，正规持牌机构，大公司，全国3亿注册用户，银行级别安全保障，专业可信赖，用着更安心。资金周转就找杜小满，实实在在，值得信赖。路上处处有惊喜，杜小满更有性价比。本节目由越用越实惠的杜小满独家冠名播出。 AI 新拍档，解锁盲盒新花样。本节目由三星 AI 折叠屏手机联合赞助播出。回到婴儿般的睡眠，本节目由 AISE 宝宝特约赞助播出。欢迎各位旅客回来。哎呀，你们这个大变身变得真的是太厉害了，这都满了，全是玉钻。你太有年代感了，我的天哪！哎，你们组差一个吧。哎呦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哎呦我去！天哪！哎呦我去！哎呦我的天哪！你确定也要敞开吗？是的，这就是纪梵希走秀的那个造型。主要是你走起来就。那我们就超模这组先来吧。OK， 来就完了。超模一会儿再换，现换。对，你们倒是换呀，留什么悬念呀，在这儿。加油，韩宇，去换吧。哎，你这个走秀可行，他赢了，这赢麻了，这个不用比了，金主爸爸赢了。我们要找人吗？找谁啊？对，就现场，在这里找。找一个就喜欢吃凌晨的。大姐，来。那个大姐看着金凌晨都已经。来。我先采访你啊，我问你一下，你觉得那个高高的那个男孩帅不帅？帅。就你了， okay. 就你了，快。快，怎么还能这样呢？公平公正，姐姐。这轮有点懵啊。哇，你这也太壮了，我天哪！哇，你这练的挺好啊。来，给大家展示一下。你是不是就你出生的时候就练了吧？动了。你嫉妒吧？嫉妒，羡慕。不看肌肉，看走秀啊！对啊。好了，我们四位在超模这个主题的，给我们大姐来阐述一下你们的搭配的理由。来吧，娘娘，我这是一套民族风，代表着这个吉祥如意。哎，这个就送给您了。哎，谢谢。哎，送东西了是不？姐姐，这套，咱们讲究的是一个穿搭，以及这种。啊，潮流的这种宽松的风格，凉快的风格，很酷，是吧？它里面放了啥东西啊？衣架子吗？能不能撑出来？
哎，我要整个两个肩撑齁老大。我背着它，我这衣服就撑起来了。它的翅膀上面，我看看，套不上是吧？我要不了了。帽子，哎呦呵，这个感觉行。哎，苦一。这个呢，也是给您准备的两个礼物啊，我把我的这个肩垫抽出来，就送给您了，好不好？下一位，哎，杜小满怎么解释？我这套衣服的主题呢，叫杜小满安全感，有了杜小满就有安全感。哇，哎呦，哇，杜小满开始做俯卧撑了。呵，大姐，你看多卖力。来吧，星辰，来吧。哇！嘿，就要那个帅范儿。哇！帅！姐，看姐的那个表情。大姐都不行了，感觉大姐。注意小季的目光。哇！哦，哎，大姐只有到季凌晨，算。这样啊，咱们给四位一起，让他们一起走个秀，您做个决定，来吧，四位一起来走一个，走一个，走啊！那肩垫还我一下吧。